本期讲解一个订阅号流量主项目——公寓新玩法，刷爆阅读量，日入3000以上。大家看看，这年大家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了抖音啊上面，殊不知公众号在上半年开始从公寓私域变成公寓了。订阅号的用户的群体由于和微信挂钩，所以流量不比抖音差，而且订阅号流量主给的收益非常多，比这个中视频要高几十倍啊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项目的实操、引流变现以及历史赛道故事选集啊，这个赛道也是非常好的啊，非常好的一个赛道。四节视频课，比如 Chat GPT， 还有啊这个合集，整套这个资源也提供了的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百条课程的话，再来同学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订阅号流量主，就可以下载百条教程了。